Hello， 大家好，在这里要再给大家拜一个晚年。昨天的元宵吃的开心吗？好了，话不多说啊，今天我们这一期的 Vlog 主题啊，依旧还是玩游戏。这次游戏有点特别啊，因为有两个游戏，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天的道具。这个我想大家应该都自己有翻过吧，叫做答案之书。我的人生解答书，就是我如果有什么自己想问出来的问题，或者是有一些疑问的东西呢，都可以先在心中默念出这个问题，然后翻开书去寻找这个答案。当然有些时候答案可能不只是一个啊，有可能你翻出来一个觉得不满意，然后再翻一次。大概在网上统计了一些粉丝想要问我的问题，而我也不确定答案的这些问题呢，我会通过翻出答案来给大家解答。还有一些呢，是我迫切的希望在今年能够知道的啊，一会儿我也会翻开这本书，寻找到今年想要知道的问题的答案。这是第一个游戏啊。第二个游戏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东西啊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就很吓人，很恐惧啊，就上面有很多英文单词。对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小型的测谎仪啊，今天你们也是准备了一些问题哦，对吧？然后去问我，然后我之前有做过一个测试，这个测谎仪呢，咱不知道是准还是怎么，也是不准，反正每次我都是不是被电到，就是被震动的。今天看看，经过了之前的一些练习和熟悉之后，会不会抵消心中的恐惧，来完成那些答案的回答？好，我们先从第一个游戏开始吧。第一个叫做《我的人生解答书》。好，我们先完成第一。先从粉丝的问题开始好了。粉丝的第一个问题，你今年能摇到车牌号吗？今年能吗？这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。今年能不能摇到车牌号啊？闭上眼睛默想问题三遍，随便翻号，随便翻页。扫清障碍，这能有啥障碍呀？扫清障碍，摇号的障碍是什么？就是没买到车，先买车，这号就能来了。怎么样？这回答还可以啊，是这意思吧？要不再翻一次，再翻一次，再翻一次，我再想一遍啊。你虔诚一点。我虔诚，非常虔诚。你已经离开我，不知不觉，我跟你直接走好久远。你们先替我看，这啥意思？不好是吧？不妨赌一把。不妨赌完，那么意思就是我必须得先买车，先把车定下来，然后号就来了，是吧？我还不信邪了，再来一次。虔诚一点，虔诚一点，非常虔诚。不要等，不要等，不要等了，真的不用等，不用等了。所以我就先买车，先买车，然后号牌就能来了。哪怕现在暂时没牌，先把车买了就停那。行，可以，第二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，今年能有线下粉丝见面会吗？哦，今年能。今年能不能有线下粉丝见面会？这不得看他们吗？你们愿不愿意啊？是不是？来吧，翻开。情况很快会发生改变。就是本来是没有，结果可能发生了改变之后就有了，是吧？咱们对这样多翻几次取一个平均值，对不对？你真虔诚啊！我非常虔诚，一直在讲。培养一项新的爱好。培养一项新的爱好就能有吗？能让你练练床舞，这个确实动态不稳，加油！女团舞最近练了，没有没有，好好练一下。第三个了啊，第三个答案看是什么？前程再下一个。时机不对。你看我还没练好。时机不对，时机是对的。爱好练成了是什么？时机是对的。过生日，哎，过生日，来，谁说过生日？好，今天看有没有机会啊，线下粉丝见面会是吧？好，这一个问题。腹肌什么时候能出现？腹肌什么时候出现？我来想想，这东西不好说这事儿。大家都有腹肌的时候，你没有就不是最 special 的一个吗？不要被情绪所。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这什么问题呢？腹肌什么时候能够练成？咱们这样问吧，腹肌能不能有，对吧？别问什么时候，简单一点，腹肌能不能出现？你会后悔的？什么意思？你会后悔的？那是有好还是没好呀？这会不会出现？没吗？重要。
感受。Why not？ 为什么不呢？那就是会有，会有，会有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会有。可以，我得，我得先，我得先去改善一下我的这个肋骨外翻的问题，因为这个确实没办法，因为小时候这个骨头的问题一直肋骨外翻。肋骨外翻呢，在科学上的解释其实就是很难明面上让他看到有腹肌，所以我们找到了问题的所在，然后慢慢去解决它，争取有朝一日可以把腹肌练出来，好吧？希望2022年可以达成这项目标，培养一个新的爱好，这个也是一个新的爱好。对，2022年是否会拥有一个假期？2022年会不会拥有一个假期？假期不确定因素有点多。所以就是有可能没有。对，2022年会有惊喜发生。往前翻翻，惊喜发生，把重心放在工作或者学习上，就会有惊喜。那还能有小长假？不可能。他努力努力再努力，把这个卡掉。这个问题，今年周杰伦能不能发新专辑？对。能不能在上半年发新专辑？而且这你必须弥补这个缺点。弥补弥补，难道是腹肌练成之日才能有新专辑听吗？不至于吧，这答案不满意啊，满意。为什么又是那一页？我会努力努力工作，多拍几部戏，为了新专辑。能不能看到演唱会？能不能看到演唱会？能不能看到演唱会？很快能解决，很快能解决。等你哦。能不能今年能不能有机会去开赛道？能不能下赛道开赛车？看吧，可能行。默数十秒再问，默数十秒再问。不确定因素有点多，为什么又是这一页？是不是重复的很多呀？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转移注意力。那你把重心放在工作上，不要想。哎，今年还会不会再拍古装？怎么样？对，好。列个清单。对啊，那当时不止一个，问他今年上半年会不会拍过去啊？为什么不火？下半年，下半年哦，那东西喽。幻月森林能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？不妨赌一把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幻月森林会播的怎么样？当然喽，哦，人就是这么愿意去，就是想听到一些这种，就是在未知事情发生来临之前的一些肯定啊和认可。但是这份答案之书也是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就是只要你肯翻，永远都满意的答案，对不对？也是寥寥无几的掌声，尴尴尬尬的气氛，但是没关系。毕竟还有第二个更为尴尬的游戏马上就要来，测谎仪啊，这个东西真的是很困难。第一个问题，粉丝做出什么评论承诺会满足他的愿望？有趣的评论。你没问题，好不？还要再点一下吗？来点一下。帅有没有对你造成什么困扰？有。录个抖音呗，拍点自拍呗，跳女团舞。今天没出现失误。工作人员和你意见产生分歧掰扯时，你觉得你会赢吗？会赢。经纪人和宣传打起来，你站谁？经纪人和宣传打起来，我拉架，我两边都站。啊
我还出了很多手汗，问题好多呀、啊，怎么会这么多？我能战谁？我太难了。你站着看戏，慢慢说。当你看到工作人员说今天要用10个手作为老人的怪人，我会很开心的接受。好疼啊！怎么会这么点？这打鼻屎，我缓缓，这太疼了。我现在这出汗了，你知道吗？一定是因为出汗，新陈代谢过快，然后心跳加速。按摩。这有点疼。好。这个声音有点害怕。身高零给粉丝10厘米和体重，粉丝的体重零给你10天，可你选哪个？哦，那他们给我吧，因为这样我就可以再减回来。啊！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估计你在粉丝面前没有信任。我真的是这么想的，但是在开始读秒的时候，真的心里很紧张，一激动，而且我也开始。没事，还有最后一道题，你可以坚持。能不能帮我把后背上的汗擦一下？我要听豆腐鸡和女朋友，我选一个。拍着聊天说。不，不，他还是正常。他有点卡点了，再来一次。腹肌和女朋友。女团舞。露腹肌，露腹肌，现在就脱下来。脱吧，我后面脱呀。露啊！要不这样吧，跳一个女团舞。你呸呸啊！呸呸。嗯嗯，那么你妈的，你妈的。